蛮显瘦的，黑色就是都看不出来，就是黑色都看不出来，就是他的那个轮廓，好好看哦、欸！我跟你说，黑色完完全全的把我的腰变很细，真的很修饰。他整个有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有一种缩腹裤吗？缩腹裤，它有一种很像把我肚子缩起来，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功能，你知道？是收肚子的那个，这款真的太好看了。它就是很高腰，真的。然后它让这个地方，哎，它这边剪裁不太一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里，它有一个修饰的效果。是的。然后它又让你这边有个开叉，有个腿延伸的效果。是的。所以让它真的是让你裙子卡在膝盖这边，不会让你看起来短小。真的，哎，真的，你讲的很，哎，我觉得你讲的超好的耶。真的，这个充满了数学以及逻辑的那个比例的解说。我跟你说，我超害怕穿及膝裙，因为我不是165以上。对，我也是，其实我也是。所以这个开叉帮了很大的一个。这款真的让矮子穿及膝裙有很大的加分效果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开叉从这边等于别人视觉效果看以为你穿短裙，你知道？对，一个穿短裙的概念。而且你可以，如果你想要腿更长，你可以再往上穿一点。对，然后或是你们可以穿那种超级高跟鞋，你就会变成就是超级无敌就是辣。